看我拿着，还有东西，也是我们上次回家，我妈给我弟带的，然后去给他送的，然后我顺便去剪个头发，走。欢迎，他的那个在那个环在转的那个店吗？就是那里了。走。我觉得那个鸭子都融化了，那冰起来。我准备拿这个换取一次剪头发。我怎么还没有看到他过来迎接我？啊！你等会儿叫一下，你等会儿叫一下他就出来了。在这里啦，这个转的就是他上班的地方。然后拿了盘子用个了。等你妈家，你分冰淇淋，没得，一下没得分。我跟你说，我准备拿这个换一次剪头发。你鸡要没洗脑壳了，泡沫都没有了。我本来是应该今天早上洗头发的，但是我想着反正晚上来找你，我就不洗了。泡沫都没有，重新冲了，再来一遍。记住我刚刚的发型哦，我马上要变一个发型了，其实也就短一点。Hello， 哎 ，Hello。Hello。剪了一半的长度，现在只有到肩膀那么长了。我弟说我有秃头的迹象，因为我最近发现我的头发掉得很厉害。嘿，hey。 你会发现我头发短了很多，剪掉了一半的程度。我弟说我秃头了。你掉发太严重了，能看到这个地方都是我的头发是吧？真的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弟说他花3000块钱买的吹风，真的有3000块吗？我有点不相信。这是什么吹风机啊？戴森专业的。戴森的说，3000块的吹风。2999。那我不舍得买，我跟你说。啊？哦，就是因为可以这样吹，所以要3000块钱吗？你重新来一下。可以从东那边吃。我们都在见识一下。从东那边吃。见识一下3000块钱的吹风就是这样子吹头发的。小胖也来围观。你扎起来在哪？打死你！我这样啊，拜拜！我弟忙起来了，我走了。